你有去河里摸螺丝吗？去，我今天我堂姐不是今天，前两天她跟我说，要我带点螺丝给她，因为我们家那边没有那种石螺啊，她想拿一些回去放到田里面去养。哇，今天的河水真的好干哦。小小的那种，还没长大，这么多，家里面还有一些，差不多了，回家去了。老板，罗老板爷，罗老板来一回，你们俩，俺来过，俺来去，到了等高站那个，新发站人家那，看看我往哪去？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把螺丝带去给我堂姐。两袋子，进城。走，带你回娘家。这里好多小鸟哦，大鸟。乌鸦。停了。呜！啊！怎么那么多乌鸦呀？哇，这乌鸦。哪里飞来的？不知道，还吃肉回来。有人养吗？哎，养是野。你看，这里好多哦。我现在把螺丝放到我老家的班子上。这是吧？这个，你猜猜看，是什么？对呀，是鱼鞋呀。我都没有。哎，你看，你上次看到我穿，你不是说很好看吗？哎，好酷哦，好时髦啊！好漂亮。对。不要啊！哈哈，害怕有点。这么笑眯吗？你看着害怕呀？我这厉害呀，这娃子。又要。这娃子。又怕又要。那你藏起来。那你藏起来。不得帮忙，我有药了，妈妈娘。先不藏，舍不得穿啊？啊？舍不得穿吗？哎，等一下。等一下再穿。